李阳、王麒麟、林洋佩、杨波涵、卢敬尧、印尼羽球大师赛、男双十六强赛、语音直播，一起为台湾羽球好手的印尼大师赛加油！无比赛画面不喜勿录，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Hello，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台湾选手加油，胜利得分在一球。大家的晚上过得好吗？欢迎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今天的比赛。哇，今天比赛真的是精彩，精彩可期啊！好，今天是我们台湾的，好，台湾对台湾 ，OK。那目前呢，哈，场上的选手是卢敬尧、杨博涵以及李阳跟王麒麟。那李阳、王麒麟今天是身穿红色的比赛服。那王麒麟、卢敬尧跟杨博涵呢，则是身穿这个蓝色的比赛服。OK， 谢谢09的分享，谢谢红志 ，Hello 阿泡泡 ，Hello 西瓜哥哥 ，Hello 这个 S Game，Hello 还有 Hello 维豪 ，OK，Hello、okay, Hello 大家好，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杨博涵、卢敬尧加油集气。OK， 好。两个都很喜欢，对不对？小林也是啊，两队我都好喜欢啊。OK， 有直播可以看吗？这场直播是要付费的，所以小林我就没有给大家这个连结了。Hello Tommy，Hello Ohio， 谢谢零九。OK， 那这个声音听起来 OK 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哦。这个声音听起来 OK 的话，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好 ，OK， 谢谢曾秀，谢谢陈佑，谢谢方君。好 ，OK OK。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马上把比分秀出来，不好意思。好，赢的要跟这个马来西亚组合比，没有错。谢谢阿泡泡，谢谢零九小童，谢谢曾秀。好 ，OK， 谢谢曾秀的分享 ，OK， 谢谢零九 ，OK。抓饭你可以去试试看，在影片底下有这个教学，你可以去抓饭试试看 ，OK。好。观看连结在影片底下的这个教学，有说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Hello， 九龙晚安。刚刚好像有一个朋友问说，这个艾尔达有没有转播？艾尔达这场没有播，因为这场是在没有转播的场地。Hello，OK，、okay. yeah, 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李阳、王麒麟、杨博涵、卢敬尧加油集气。现在是印尼羽球大师赛的16强赛，台湾对台湾。OK， 小林是都支持，因为这两组选手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谢谢这个 DGDG， 谢谢荒 Joanne。OK， 好，谢谢，好，谢谢 DJ。刚刚我知道了，这个安塞龙被淘汰了。好，那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喽。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一下正能量按赞，帮王麒麟、李阳、杨博涵、卢敬尧加油。这个部分，卢敬尧这边的发球。OK， 有得分，好球，1-0，1-0。啊，跟着，没有得分，是王麒麟、李阳这组得分。啊，目前是王麒麟、李阳这边1-0。好，王麒麟发球这边，我们看一下王麒麟在后场。啊，杨博涵这边，卢敬尧这边的，哇，漂亮，卢敬尧这球比数，这球的弱点是在界内，1-1，1-1的平手。谢谢陈宏志的分享。好。OK， 谢谢陈宏志的分享。那影片底下呢有这个观看直播的教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好 ，OK， 谢谢泡泡，谢谢 Ohio。OK， 好，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的选手加油。哇，李阳这边回了一个后场高，这边李阳，哇，李阳这一球回击让杨博涵没有办法接到这一球啊，有点可惜。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2，王麒麟跟李阳呢，哈，这边领先一分。OK。好，我们看一下王麒麟来发球，王麒麟的发球发一个短球，这边卢敬尧在后场，杨博涵这边的救，哇，有点可惜没有救到这球。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3，李阳王麒麟3，那杨博涵跟卢敬尧呢是1。OK， 好，谢谢小童的分享，谢谢样 ，OK， 好，谢谢样的分享哦。OK， 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3，那我们看一下，目前是王麒麟、李阳这对组合呢领先两分，杨博涵跟这个卢敬尧呢是落后两分。这个部分好球啊，这个卢敬尧往前的一个，哇，扣球拿分，3-2，好球好球。OK， 谢谢 Carlos 的分享，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谁赢谁晋级都很开心，因为这是台湾对台湾的比赛，很少见。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突破20个按赞正能量。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卢敬尧的发球，
鲁晋尧发球发一个短，杨博涵后场接应，王麒麟这边，李阳这边空中扭腰，这边的扣球，再一个虚攻，这边有点可惜啊。杨博涵这球呢回到了界外，那目前比数是来到4-2，王麒麟跟李阳呢目前是得了4分，2分的领先。OK， 两个一样都加油，对，这样子这种比赛啊真的特别的好看啊。好，李阳发球这边呢，好，杨博涵回一个，哇，这边杨博涵大角度，哇，这球大角度拿分，好，目前4-3，比分非常的焦灼，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谢谢九龙哦，安塞龙让我很惊讶，其实安塞龙也比这么久了，他可能也是有一些累了啦。OK， 好，目前比数4-3，4-3，好，我们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卢晋尧这球的接应接到了后场界外，所以目前比数是5-3。王麒麟、李阳呢这边是2分的领先。OK， 好，谢谢样的这个，哇，样这边的这个文学造诣还不错哦。好，目前比数5-3，谢谢胡安泰的分享。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来这个部分，哇塞，这一球卢晋尧好球哦，哇，这个部分拿分5-4。好，谢谢这个 Ohio 哦。口号是什么？口号呢？我们的口号，我们加油的应援的口号，加油口号是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当小林说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讲一次哦，台湾选手加油！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因为小林，我看的这个直播是需要付费的，所以我没有把连结分享给大家。那刚我有听到朋友说这个抓饭可以试看看，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抓饭那边尝试看看。好，谢谢奇异果，谢谢 Carlos。OK， 好，谢谢陈宏志。那这个部分比数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比数是来到了6-4，李阳王麒麟2分的领先。好，这个部分卢晋尧后场的虚攻，卢晋尧来到前场，哇，卢晋尧这边一夫当关，结果这一球卢晋尧把球打出了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了7-4，7-4，谢谢 Kevin 的分享，谢谢样，好，谢谢这个亮 ，OK， 也谢谢小童，谢谢哈密瓜，不怕不怕，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李阳来发球，李阳来发球，要来接发的是杨博涵。OK， 台湾的选手，台湾对台湾啊，李阳、王麒麟对上台湾哈、哦，这个一样啊。杨博涵和卢晋尧这一球，杨博涵的卢晋尧的救球啊，杨博涵再往前接应，这球卢晋尧呢再来反手推啊，杨博涵再一个分球，这边有机会，卢晋尧大角度这边再来一颗，哇，这边杨博涵有点可惜了。哇，杨博涵这球回球挂网，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8-4，8-4，王麒麟、李阳呢，哈、哦、是8分，那这个部分呢有4分的领先。OK， 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突破3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的正能量传送到球场，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谢谢一军 ，Hello 一军，好久不见 ，Hello 小慧。抓饭要怎么看？在影片底下的说明哈，有这个教学栏，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这边有教学哈，这个09可以去试试看看。好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到，哇，这球帅哦，这个杨博涵跟卢晋尧拿回了一分，哇，这球非常神的这个回球啊，8-5，8-5。好，目前呢来发球的是杨博涵，啊，谢谢九龙，谢谢野狼 ，OK， 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目前8-5。好，杨博涵的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哇，这球发球后场高远是一个突袭发球，结果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外，所以目前比数是来到了9-5。杨麒麟跟李阳呢目前是9分，那杨博涵跟卢晋尧是5分，那目前呢王麒麟跟李阳呢是4分的领先，我们来看一下 ，OK， 目前比数9-5。好，这边王麒麟的发球，哇，卢晋尧在后场。杨博涵在前面，哇，这边两个人双双都有发挥。杨博涵在后面，这边卢晋尧这边挡得好。杨博涵再一球，哇，王麒麟的防守也非常的厉害，让这个卢晋尧整个扑倒在地。结果这一球，我们看一下是谁拿下了分数，4-5，王麒麟、李阳拿下了关键的第10分，4-5，4-5 ，OK， 好，毫无紧张感的比赛嘛，我觉得也是蛮紧张的。Hello Candy。Hello 米老鼠 ，Hello 世轩，谢谢竹凯，刚我们大家有讲到了 ，OK， 好，我还有，拜拜，慢走。
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3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的按赞正能量传到球场，帮台湾选手加油。OK， 好，对，扑下去没有救到，刚刚是这个卢靖瑶的扑球。好，谢谢 Kevin 的分享。Hello， 冲田。好，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0-5，王麒麟、李阳五分的领先。我们来看一下王麒麟的发球。好，卢靖瑶的接发，这边王麒麟发一个短，这边是一个 lucky ball， 让王麒麟李阳拿下了11分，目前比数11-5，进入了中场技术暂停。那目前是杨博涵跟卢靖瑶暂时落后6分，给我们台湾的这个王麒麟跟李阳。好 ，OK， 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几点比赛、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选手比赛直播的连结这些资讯，通通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只要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就会把最新的台湾羽球选手比赛资讯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为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 ，OK， 谢谢 Kevin， 谢谢小慧的分享，好，谢谢 Liang Ken，OK，、okay, 谢谢这个 Kevin 说要点歌，哪里看直播啊 ？Woody 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有这个教学，你可以点下去看看哈。那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那今天我们的加油口号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直播都有加油口号，帮台湾选手加油。当小林喊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好，当小林说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好，谢谢大家。OK， Lee John， Hello，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小贤，谢谢一军，谢谢冲田。OK， 谢谢 Kevin 的分享。OK， 这个部分目前比分是5-12，王麒麟跟李阳目前是7分的领先。好，这个部分好，谢谢 Kevin， 不是小林得分啦、啊，是胜利得分在一球。OK，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王麒麟的发球，卢靖瑶的接发。哦、都是我们台湾选手在比哦。这边卢靖瑶，这边接的硬，哇，这球，王麒麟跟李阳他们的回球来到了界外，所以让杨博涵跟卢靖瑶得分6-12。为什么小林看得到球赛？因为小林这边有这个付费的连结，不过刚刚有朋友说也有可以看得到球赛的地方、哦、比方说是抓饭直播也可以看，那大家或许可以搜寻一下，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在小林影片直播底下的说明栏有教学。这球我们看一下，哇，这个王麒麟大角度的分球，哇，卢靖瑶这边救了好几颗，哇，这个换一下这个，哇，卢靖瑶这边救球救好几颗，杨博涵也是，结果这球的弱点我们看一下，这球的弱点是在界内吗？哇塞，这球是杨博涵的神发挥啊，在界内12-7，好球，谢谢野狼啊，也谢谢陈宏志 ，OK， 好，谢谢陈宏志的这个补充 ，OK， 也谢谢虎鲸 ，Hello 虎鲸，好，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王麒麟、李阳跟杨博涵跟卢靖瑶，好，在场上哈，台湾对台湾，好，现在是卢靖瑶的发球，发一个短球，杨博涵，哇，这球快速的这个来回，杨博涵的反拍没有过，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3-7，李阳跟王麒麟呢，目前是6分的领先。好，我们来看一下王麒麟的发球，好，更正，是李阳的发球。好，谢谢小贤的分享，谢谢样的分享。啊，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李阳后场的王麒麟后场的虚攻，结果挂网。好，这个部分我们台湾的选手杨博涵跟这个卢靖瑶拿到了1分。那现在他们要来发球，我们看一下来发球的是谁。好，谢谢这个样的分享留言呐、啊。OK， 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杨博涵的发球，还有王麒麟的接发，杨博涵来发球。好，杨博涵这边准备，好，发一个短球，这边，哇，李阳的空中点球，这边杨博涵再接，哇，这球我们看一下，哇，这球呢速度上是李阳王麒麟这边比较快一点，让他们拿分14-8，哇塞，精彩刺激啊 ！OK， 谢谢这个样的分享，好，
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集到40个按赞，正能量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目前比数是14-8，没有错，胜利得分在一球。OK， 当小林喊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在一球。OK， 这一球漂亮啊，杨伯涵的突袭成功，14-9。OK， 这个签表哈，谢谢声友的分享啊哈，好。OK， 那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加一，表示台湾选手加油加油，我挺你们。OK， 好，目前比数14-9。好，谢谢冲田的补充。好，谢谢样，哇，样的留言速度真快。哇，这个部分卢靖瑶这一球的反手挡了一球，但是第二球没有办法挡过。那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15-9，让这个王麒麟跟李阳再拿一分，15-9。谢谢 Candy。OK。台湾对台湾，没有错，没有错。谢谢冠宇的加一，谢谢 Candy 和 Kevin 和苏圈圈的这个分享。好，没有没有说加几，就是台湾选手，因为都是台湾选手，所以我们都是加一。OK， 都是加一，就是台湾选手加油。OK， 不分这个敌我，因为都是台湾选手，所以都留言加一，帮台湾选手加油。好，留言加一，表示台湾选手加油，胜利得分在一球。OK。这个部分好球啊，哇，卢靖瑶一个人好挡了好几球，最后呢反手围攻拿下了分数15-10。啊，这球卢靖瑶好样的哦。谢谢这个冲田的分享啊，谢谢严小贤的加一，谢谢博瑞和虎金。OK， 也欢迎大家在加一的同时呢，现场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在影片底下当我们台湾选手的啦啦队，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 希望可以集到5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目前比数15-10，好，王麒麟跟李阳5分领先。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杨伯涵的发球，这边，哇塞，这个真的是快打旋风啊！哇，一发球就被对手掌握，被这个王麒麟掌握。那这个部分发球被王麒麟得分，所以目前是16-10，王麒麟跟李阳6分的领先。OK， 谢谢博瑞的幽默，谢谢小慧，好，谢谢冠玉的提醒。好，这个部分王麒麟的发球，结果这球的落点是来到了，哇，这球呢，王麒麟的发球蛮神准的，结果但是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外，所以比数是16-11。好，台湾选手这边杨伯涵跟卢靖瑶拿回分。好，卢靖瑶的发球发一个短，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好球，哇，在这个部分杨伯涵大角度的分球再度追分哦，12-16，这杨伯涵跟卢靖瑶12，王麒麟跟李阳是16。好，谢谢这个小慧，谢谢 Kevin。OK， 也谢谢陈宏志这个边的幽默回答。好，谢谢 Kevin 和泰卫。艾尔达没有转播这场，没有错哦。OK， 也谢谢这个09啊，这个博瑞他是在开玩笑啦啊。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比数17-12。好，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希望可以突破到56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OK。越多的按赞正能量，越能帮台湾选手提振士气哦。哇，这球王麒麟，哇，直线的一个加速，哇，这球呢，卢靖瑶呢回球是挂网，目前比数是12-18。好，谢谢小贤的分享。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对，赢的跟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谢霆锋跟苏伟毅的组合比 ，OK， 那小天周天成明天的八强赛是对马来西亚的一哥伍家朗，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8-13，那这个部分呢，我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选手呢，哈，卢靖瑶、杨伯涵有最后一分，目前比数18-13，啊，这个部分裁判好像有叫两组选手过去，啊，这个部分好像有提醒他们一下什么东西，好 ，OK。好，谢谢这个 Carlos 的分享，没关系，你要支持苏谢也是 OK 的哦。但是我们立场很清楚，小林的立场就是支持台湾啊、哦。但是我绝对不会说马来西亚很不好怎么样，我们就是公平加油这样子。好、哦，你支持你的想要的这个马来西亚选手，那我支持我喜欢的台湾选手。好，那目前比数是来到了18-13，对，是香港一哥，我刚刚可能讲太快了啦。OK。好，这一球，哇，这球是杨伯涵跟卢靖瑶的失误，让这个王麒麟和李阳这组得分19-13。好，谢谢。对，我刚刚可能讲太快了。OK， 伍家人是香港，我刚刚讲太快，可能讲成马来西亚一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刚因为直播的时候，有时候讲太快会口误啊，好，不好意思。好 ，OK，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哇，这球卢靖瑶哇飞身狂扣，结果这球挂网，目前比数是来到20-13。20-13，哇，这个王麒麟跟李阳目前呢来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了。好，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印尼羽球大师赛男双，台湾对台湾，卢靖瑶、杨博涵对上奥运金牌李阳跟王麒麟。那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65个按赞正能量。哪一个是羚羊哦？你就看这个我们计分板上下面的那一排是羚羊 ，OK？ 那上面那一排是卢靖瑶跟杨博涵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杨博涵大角度的分球，结果来到了界外，目前的比分是21-13，恭喜王麒麟跟李阳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那比赛还会继续进行，因为比赛是3局2胜，每一局是取21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哈，还有第二局，还有第三局，好。好，谢谢杨这个 Kevin 啊，哈，今天呢，这个羚羊配呢是穿着这个红色的比赛服，那杨博涵跟卢靖瑶是穿着蓝色的比赛服。好 ，OK， 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几点比赛。最新的这个赛程以及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选手比赛的资讯，好，这个部分我都会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只要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就可以掌握最佳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打气哦。OK， 谢谢真秀。OK， 好，谢谢宏志的分享。好，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宏志我有道歉了，抱歉，我刚讲太快啊。不，为了这个弥补刚刚，我现在稍微长个自己的嘴，不好意思，哎呀，坏嘴嘴，是香港一哥哦，不好意思。OK， 陈宏志这个部分你的反应有点慢哦，刚刚我讲完了已经5分钟了，你现在才回这句。OK， 好，胡恩泰，谢谢你。OK， 好，这个部分红，这个泰文说这个林安佩和杨乐鲁都加油，谢谢泰文。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不管是你要给李阳王麒麟加油，还是给这个杨博涵跟卢靖瑶加油都可以，一起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谢谢这个都不吃，也谢谢 Kevin。OK， 也谢谢这个黄生友。五跟周谁比较厉害，要比了才知道啊，生友。OK， 好，没有所谓的客观来看。OK， 因为两个人的实力都在伯仲之间。OK，Kevin 说羚羊片周边在哪买？那你可能要去他们脸书看一下哦。好，比赛重新来开始，比赛重新来开始啊！谢谢中冲田的回答，谢谢李真秀的分享。好，啊，王麒麟的发球这边，王麒麟后场，哇，这个回球，好，刚刚应该是李阳发球了，不好意思，这球漂亮哦，哇，杨博涵第一颗球就马上展现强烈的企图心，哇，1-0，目前杨博涵卢靖瑶1-0，第二局旗开得胜，拔得头筹，先持得点，1-0，1-0 ，OK， 都加油，都加油。好，我们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冲到8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这个部分，哇，卢靖瑶的往前猛扣，这球的扣球来到了界内吗？没有，结果这球这个部分是来到了界外，好，来到了界外，目前比数是来到1-1。那稍早呢，其实应该是在昨天吧，有网友跟我就是分享啊，其实这个卢靖瑶跟杨博涵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东京奥运台湾模拟赛对上王麒麟李阳是有赢的，但是毕竟是模拟赛，所以这个比赛的张力可能没有像今天这么刺激啦，哈。OK， 这个部分呢，目前比数是来到了2-1，2-1。但是呢，不论今天好是哪位选手赢，我都为他们感到开心。OK， 好，目前的杨博涵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这边卢靖瑶大角度的分球，球的落点来到的界内，哇，这个部分是3-1，杨博涵卢靖瑶2分领先。OK， 小林，台湾赢了8强对香港吗？那个是说单打的部分，单打的部分呢，这个周天成是会对上香港一哥伍家朗在8强的部分。谢谢 Ryan， 谢谢这个哪里可以看直播影片 ？Angus 在影片底下这个说明栏有这个观看的教学哦。好，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分享。OK，Hello 右鲁，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杨博涵球往后场推，卢靖瑶防守这边做得很好。卢靖瑶这边后场送一个高远，这边卢靖瑶反手的回球，这边还有，哇，杨博涵神之防守，哇，这个部分也
这个王麒麟，哇，王麒麟画。这个王麒麟他花了好多的功夫才打穿了这个杨博涵跟卢靖瑶他们的防线，拿下了分数3-2，王麒麟得分，那目前比数3-2。好，各个部分，李阳王麒麟目前追到2-3，还是落后一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这是场好看的比赛，比赛目前进行到现在来到了22分钟，已经来到了第二局了。OK， 谢谢这个泡泡，谢谢九龙。那个巴勒不是这个，不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哈，如果我们台湾选手赢的话，是对上马来西亚选手。啊，我们刚讲的这个对上香港是男单，周天成会对上香港的男单。OK， 好。OK， 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有人可以帮忙回答问题的话，我非常的感谢。好，如果你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话，也可以帮忙回答。目前比数是4-2，杨博涵、卢靖瑶4，那李阳、王麒麟是2。OK。好，这个部分好，卢靖瑶来发球，发一个后场高远突袭，杨博涵这球回击来到了界外，目前比数4-3，王麒麟李阳再追回一分，4-3。好 ，OK， 谢谢这个 Taking Pen OK 的分享 ，OK， 谢谢宏志的分享。陈玉婷说：“我在做什么？我在播报球赛啊，而且我边播报边想着你呢，玉婷。” OK， 目前比数是来到了4-3。好，王麒麟发球，发一个后场高，结果这球。非常非常的巧妙的落点在后场的中线附近，让这个，结果这球哦，这球结果是在界外，所以是杨博涵跟卢靖瑶再度得分，5-3，杨博涵5，那这个王麒麟这边3，哇，这个部分漂亮啊，卢靖瑶大角度的后场高远球往后场送，这球的落点在界内，目前比数6-3 ，OK， 好，谢谢这个小贤 ，OK， 好。谢谢这个粉丝团张少 ，OK， 好，谢谢 Kevin。好，那目前呢？哇塞，李阳这球漂亮哦，哇，掌握到得分的先机，球给他扣下去就对了，6-4，6-4，哇，目前比数是来到6-4，紧张，刺激，李阳王麒麟追上来了，我们看一下李阳，台湾猛将李阳的发球，对上另外一位选手，也是台湾猛将杨博涵。哇，杨博涵大角度的分球，好，对上了李阳，卢靖瑶大角度的后场高远，对上了王麒麟，这球的落点是，哎呦喂啊，这球的落点在界内，这个卢靖瑶巧妙的落点来到了界内，7-4，7-4，哇塞，紧张，刺激，哇，卢靖瑶杨博涵3分的领先 ，OK， 谢谢泡泡，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加一，表示台湾选手加油 ，OK。好，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0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OK， 好，目前比数是来到7-5，7-5。好，这个部分刚刚卢靖瑶发球失误，这个部分来到了让这个王麒麟他们有得分的机会，也让王麒麟他掌握到发球的机会。7-5，7-5，谢谢 Kevin。OK， 小林的这个的画面一样啊，是7-5啊。OK。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王麒麟后场这边再来，哇，这个部分，哇，这个王麒麟跟李阳双双的在这个中前场的发挥，结果这一球打穿了卢靖瑶、杨博涵的防线，拿到了分数7-6，7-6。好，谢谢这个 Cici 的加一。好，汤庆富说，如果对上马来西亚的话，是哪一组选手呢？是这个。苏伟毅跟谢定峰，好，谢谢 Kevin， 谢谢这个蛋爷 ，OK， 谢谢小姐姐 ，OK， 好，这个部分比数是来到了7-6，7-6，欢迎大家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希望可以集到101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好，谢谢这个09 ，OK， 好，这个部分呢，目前比数7-6，杨博涵跟卢靖瑶呢，目前是赢一分。好，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谢谢胡彦天的补充。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台湾选手这边的发挥。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球哇，卢靖瑶的反拍，杨博涵往前，哇，好球啊！卢靖瑶后场的发挥再度把比分拉到2分差，目前比分是来到了8-6，8-6。好，谢谢这个样的分享，谢谢 Kevin。OK， 好，谢谢这个美金。OK。
也谢谢荒九 N。OK， 这两组真的都很喜欢啊。好，谢谢这个火花。OK， 好，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比数8-6，杨博涵的发球，台湾选手杨博涵的发球，发一个短球，这边哇，这个部分王麒麟掌握得分机会，马上毫不犹豫拿下这颗8-7，8-7，王麒麟李阳他追上来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李阳的发球，李阳的发球 ，OK。小林如果打羽毛球要跟谁配？跟你配啊 ，Kevin。OK， 好，这边我们看一下李阳的发球，这球杨博涵在后场哦，卢靖瑶这边直接起跳，这边杨博涵大角度的分球，杨博涵再点哦，卢靖瑶再补一颗，再一个大角度，这边杨博涵推后场高远再推一颗，哇，这边硬是把球推到后场高远，结果这球王麒麟的球又快又重，哇，这个部分比数追平了，8-8的平手。哇哇哇！这个比赛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目前比分8-8。哇哇哇！真的是神仙 PK 啊！哇，高强度的一场比赛。Hello， 这个小丑。好，谢谢 Young。OK， 谢谢庆富，谢谢虎鲸。好，哇，追平了！哇，结果这一球，这球会不会是转泪点呢？杨博涵的分球分出了界外，反倒是让这个李阳王麒麟反超了。目前比数是来到9-8，李阳王麒麟反倒是领先一分。哇，谢谢 Kevin 的分享，谢谢火花。OK， 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李阳的发球。哇，李阳发一个短球，卢靖瑶。哇，这个部分杨博涵说不，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球不落地绝不放弃，这是李阳你教我的，马上回一颗9-9的平手。哇哇哇 ，Oh my god，OMG， 哇，实在是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哇，这个部分比数9-9。好，卢靖瑶要来发球了。好，卢靖瑶要怎么发呢？哇，发一个短球，这边杨博涵的回击挂网，哇哦，比数呢？这边呢？王麒麟李阳再加一分，4-9。OK， 目前领先一分的是王麒麟李阳，两个选手的发挥都很好，没有错，谢谢小丑。OK， 目前比数4-9。好，谢谢庆富。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哇，这球的回击。这球是来到了，哇，现在呢反而是让这个杨博涵跟卢靖瑶这一组追平的比数4-10，互相比真的没错，虎鲸你说的对。 OK， 谢谢 Cass。 哇，这个部分杨博涵的发球，哇，这边发一个短，卢靖瑶回一个后场高，王麒麟后面再来，哇，这球李阳直接向前冲，哇，球往这个卢靖瑶的胸口飞，得到了分数11-10。杨这个李阳跟王麒麟拿下了这个中场技术暂停前的关键第一分，11-10。好，谢谢 Kevin。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整理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只要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最新的比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台湾选手几点比赛，赛程是什么，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选手比赛的资讯，这些呢，我都会通通做成影片统整分享给大家，只要你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ens Life YouTube 频道，就可以收到这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咯。 OK， 谢谢小仙，谢谢庆富，谢谢 Kevin。OK， 谢谢 Carlos 的分享，没有错啊，因为彼此都很熟悉这个大家的这个打法。这个双样说哪边可以看比赛、啊、？OK， 这个双样你很有礼貌，问问题都会说谢谢。在影片底下的说明栏有这个直播的教学 ，OK， 所以你可以去点影片底下说明栏去看看哦。谢谢中正，谢谢 Kevin。好，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哇，杨博涵大角度的回球，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内吗？在界内吗？没有，结果在界外，12-10，李阳跟王麒麟呢拿到了这个两分的领先。谢谢 Kevin 的分享，谢谢陈宏志的分享。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李阳的发球，台湾猛将李阳来发球，站在他对面要接他发球是另外一位台湾猛将杨博涵。好，这个部分杨博涵把球往后场推，卢靖瑶也推后场，卢靖瑶反拍接应，杨博涵后场送。这边杨博涵再来推一个后场，这球卢靖瑶没有接到，结果是13-10。谢谢 Coco 的订阅支持。OK， 目前比数13-10。哇哦，李阳跟王麒麟这边呢来了一个一波流3-0的攻势。好，谢谢这个 Carlos 的分享。目前比数13-10。好，也谢谢 Kevin 的分享。好。
如果有人知道武家郎几岁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留言分享给大家哦。这个部分，杨伯涵在后场继续压阵，卢靖儿起跳，这边杨伯涵大角度的分球，结果挂网14-10，哇哦，14-10。这场比赛电视没有转播哦，这场比赛是网络才比较有地方可以看哦。跟吕宽讲一下，也谢谢 Lillian， 也谢谢 Kevin。OK， 目前比数14-10，王麒麟李阳拿到了4分的领先。OK， 我们看一下李阳的发球，李阳的发球，这边李阳，哇，这边卢靖瑶在后场再来，哇，有点可惜，杨伯涵这边呢，哈，有频频的出现一些自己的失误，回球都挂网。目前比数是来到15-10，好，谢谢 Kevin。谢谢这个玩九五 ，OK， 谢谢汤庆富，谢谢碧音啊，谢谢样和小慧和哈密瓜啊，谢谢虎金啊。这个部分李阳再来发球，这边杨伯涵大角度的分球再分，左右两边互分一次哦。这边杨伯涵有机会啊，处理做一个虚晃一招，这个卢靖瑶把球推后场高远，用反拍去做推挡。哇，这个杨伯涵呢再往后场送这一球，卢靖瑶起跳，砰，这一球再来一个救。哇，这边呢，李阳都救到卢靖瑶的回击哦。哇，这球，哇，卢靖瑶整个扑倒在地，结果让这个李阳呢有机会可乘之机，蹦蹦蹦得分啊，16-10。今天台湾晋级会唱歌吗？唱歌不是跟晋级有关系啊。这个小林会唱歌是只要这个我们这个直播比赛有破100个赞就会唱歌啊、哦。也谢谢虎金，谢谢中心啊。目前比数是来到16-10，李阳跟王麒麟目前是6分的领先。那杨伯涵跟卢靖瑶目前暂时的落后。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啊、希望可以今天人数蛮多的、啊、希望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按赞，帮台湾选手加油，希望可以突破150个按赞正能量。OK， 小戴有去世锦赛吗？有的。OK， 也谢谢这个你从哪才能。OK， 谢谢这个庆父的这个提醒啊。好，也谢谢中心的分享。好、啊、，Hello 中心，现在才看到你，不好意思啊。OK， 目前比数16-10，谢谢苏圈圈的提醒。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目前比数16-10。好，小林，等一下还有比赛吗？等一下没有了，今天台湾选手就没有比赛了、哦、今天的口号我们刚刚有喊过，我们再喊一次。当小林喊说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再一球，我们练习一次哦。当小林喊台湾选手加油，大家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再一球。好，准备好了吗？ 1,2,3， 台湾选手加油，一起在影片底下留言胜利得分再一球， go go go。 好，这个部分好球，我们台湾选手这个部分，哇，卢靖瑶漂亮的回击拿下了一分，16-11。杨伯涵卢靖瑶追回一分，谢谢样跟陈宏志，好，谢谢 Kevin。 OK， 也谢谢这个韩国朋友，也谢谢这个 Kevin 和 Candy 还有虎金以及小贤。好，这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卢靖瑶的发球，也谢谢明恩跟庆富还有这个 Eric。好，对，这边哇，杨伯涵这球有点可惜啊，没有救到。哇，这球呢，王麒麟的回球也是又快又重啊，拿下分数11-17。那这边呢，发球权再度来到了王麒麟手中。好，我们看一下王麒麟的发球，卢靖瑶的接发，也谢谢九龙跟这个碧音。OK， 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按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好，希望可以突破150个按赞正能量，帮台湾选手加油。这球呢，让我们台湾选手卢靖瑶、杨伯涵呢有得分的机会，拿下了分数12-17，发球权再度来到了杨伯涵手上。好，谢谢梅龙，谢谢国彦 ，OK， 谢谢这个蔡丹跟 Carlos。好，这边有点可惜，哇，这个杨伯涵、卢靖瑶这球没有办法把握好，但是呢，李阳、王麒麟呢哈却守住了这一球，18-12。好，我们来看一下李阳的发球。李阳发球发一个短，这边哇塞，这球是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贴网球，杨伯涵回得好，18-13，再度追分。现在球权来到了卢靖瑶手中，卢靖瑶来发球，要来接他发球的是这个王麒麟。好，现在是王麒麟跟李阳他们领先哦，跟这个俊学讲一下。好，这个部分，哇哦，这球的发挥，哇，卢靖瑶顶住了压力，拿下了这几个分数，18-14。哇，这球呢顶住了压力以后，卢靖瑶这边拿到了分数，18-14。好，谢谢 Carlos 的分享，谢谢 Kevin。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卢靖瑶来发球，哇，这球发球好像有点失误，没有过，19-14。
不好意思，有点卡痰啊。好，目前比数来到了19-14，那这边是王麒麟来发球。好，王麒麟这边刚因为这个卢靖儿他们发球失误，哇，结果王麒麟这边也发球失误，目前比数19-15。好，谢谢张少频道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在影片底下正能量赞，帮我们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这边我们看一下卢靖瑶这边的发球，哇，这边好球，哇，这个部分漂亮，王麒麟这边关键时刻绝不手软，拿下了分数，19-15，好球，好球，好，更正，20-15，关键时刻呢，王麒麟拿到了分数，20-15，李阳现在来发球，哇，这个部分，哇，这一球王麒麟回球是挂网，20-16。那卢靖瑶跟杨博涵再度追一分，目前比数20-16。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卢靖瑶的发球，这球能不能够再得分呢？这边发一个短，卢靖瑶反拍回送，这球杨博涵推一个后场高远，卢靖瑶再一个短球，杨博涵大角度的分球，这球的落点是在界内，所以。恭喜王麒麟李阳拿到了胜利，21-13，21-16，直落二呢，也是打败我们台湾的选手杨博涵跟卢靖瑶，晋级到了八强。八强的对手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第一男双组合，马来西亚第一哦，马来西亚最强的男双，好，苏伟毅跟谢定峰，好，这个部分是这个王麒麟跟李阳下一场八强赛要交手的人啊，八强赛会在明天举行，确切时间还没有公布哦。OK， 这边也恭喜杨博涵跟也恭喜杨博涵跟卢靖瑶，这场球也是打得漂亮。但是更要恭喜的是我们的台湾的这个金牌男双王麒麟跟李阳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恭喜李阳配，恭喜李阳配。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塞，对，那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快速的赛事预告啊，明天的比赛呢我们周天成跟香港的伍家朗呢要来到八强的这个比赛，那。台湾的这个林洋配李洋跟王麒麟呢，八强呢，明天的八强也是要跟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选手苏伟毅跟谢定峰来比赛。OK， 好，这个部分呢跟大家讲一下。好，双塔退役了，没有错。OK， 希望明天有艾尔达看啊，也希望啦。OK， 小林要喝豆花加姜。OK， 谢谢 Kevin 的提醒。好，那这个部分呢，我戴他们的幸运口罩。OK， 曾秀，谢谢你。对手强吗？对手是这个曾经也有拿到这个奥运奖牌的这个对手啊，好，也谢谢这个明恩，谢谢中心，好，谢谢宏志的分享，谢谢曾秀和 Kevin 的分享，也谢谢 Carlos 的补充。预定的时间还没有公布哦，跟郑燕讲一下。好，谢谢这个，谢谢虎金啊，好，谢谢虎金，也谢谢 Sunny。OK， 羽球赛事看小林，台湾选手一定赢，我是正能量主播小林，也欢迎大家一起在影片底下啊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羽球选手最新比赛的资讯呢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啊，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我会把台湾选手几点比赛、最新的对手是谁、哪边可以看我们台湾选手比赛的直播连结这些资讯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大家只要在影片底下订阅我的小林 Lin's Life YouTube 频道，第一时间就可以最新的收到台湾选手的比赛资讯，帮台湾选手加油集气哦。好。谢谢样的提醒啊，冲田 ，OK， 祝你健身顺利。好，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在影片下正能量按赞啊，恭喜我们台湾的选手哦，林洋配晋级到了八强，明天的八强会对上马来西亚的苏伟毅跟谢定峰哦。OK， 谢谢彤彤啊，谢谢彤彤，彤彤哦，彤彤现在这边继续来这个继续来跟我们做一个幽默回复，谢谢你。OK。谢谢刘宇辰的搭档，好像叫冯彦辰，好像是这个中国的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啦。OK， 好，谢谢这个俊彦啊，谢谢这个宏志，也谢谢这个炳轩啊的提问。OK，Hello、okay, 小刚，好，也谢谢这个 GDH 的这个点歌。好，那现在呢，我们一样进入到唱歌的环节。那跟大家讲一下哈，小林为什么要唱歌呢？哈，因为只要我们的直播呢有破100个按赞呢，帮台湾选手加油破100个按赞，小林就会唱一首歌的副歌。那如果有破200个按赞呢，我们就会唱一首歌的完整版。OK， 跟大家讲一下。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听完整版的话，你可以继续在影片底下按赞。如果不想听，你可以现在就离开，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主要目的是帮台湾秀加油，次要目的是才是唱歌娱乐节目。好，现在开放点歌，好，可以开放点歌，大家可以在影片底下点歌啊，不要在 点歌的同时呢，拼命按赞，这样不太好哦。OK， 好，那也趁机呢，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宣传一下。好，小林有一个新的频道叫小林 Lin's Daily， 小林 Lin's Daily， 小林生活日常。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影片底下这个聊天室的置顶留言有小林新频道的连结，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的置顶留言呢，就是聊天室的置顶留言点开呢，就有这个新的频道的连结。那小林这边会放一些我的搞笑的这个直播搞笑精华，以及直播唱歌精华，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些阿里阿扎，或者是吃喝玩乐的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每天都会更新。刚有朋友提醒我今天还没有更新，我们等一下就会更新了。 OK，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支持一下，希望可以快速的破100个按破100个订阅。 OK， 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呢，这聊天室的这个置顶留言来去这个订阅一下。那你想要让小林唱什么歌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新频道呢底下留言跟我说，我都会再唱出来给大家听。好，白月光与朱砂痣，王心凌的大名我这个部分还比较不熟，我知道我很好骗，少年有唱过，少年没有唱过。好，那我们这边飞鸟何惨啊，兄弟你说四季与你超能力，哇，星空啊，大眠，陈宏志，你之前点的歌我好像有唱好，所以我这边我们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啊。好，明天几点直播要看比赛的时间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呢，现在要干嘛？现在就是因为小林的直播有一个新的环节，破百赞呢，我们会，如果大家按破了百赞，我们会帮台湾选手，不是帮台湾选手加油破百赞的话，我们会唱一首歌的副歌，当做娱乐节目。那如果破200个赞，我们会唱一首歌的全部。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做唱歌的环节。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啊，我找到有一些歌我会唱，我很好骗。还有这个少年然后上次有一个人一直想要听我唱红色高跟鞋，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红色高跟鞋我列入这个白月光朱砂痣跟这个大明我们下次来做。 OK， 好，今天我们就来这个点歌投票。 OK， 现在来点歌投票，点歌投票时间，好，来这个红色高跟鞋，然后我很好骗，还有什么刚刚我说要唱的飞鸟和残月，一直投票都一直落空，所以我们就没有了。 OK， 起风了没有啊，起风了这首歌我不太熟啊。 OK， 陈宏志感谢这首我叫很久了，老鼠爱大米没有，哈喽天才，老鼠爱大米，老鼠爱大米，好吧，可是宏志你之前有点过啊，你之前已经有点过歌了，我们把机会用让给别人好不好。好，那就那女孩对我说好了，那个彤彤你下次有机会再点好不好，因为你之前有唱过你的歌了，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 OK， 好，因为点歌的观众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这边呢，如果那个你真的很想听某一首歌那你就抖内吧，好不好？没有啦，开玩笑啦，不要抖内啦。如果你真的很想听我唱哪一首歌，你就抖内好了。可是万一你抖了，然后你那首歌我不会唱，这样也不太好。不要抖内，我刚开玩笑的，不要抖内。OK， 好。我点过你没唱啊，不要生气，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啊，下次给你机会。OK， 不好意思啊，陈宏志 ，KC 唱的起风了也是我点的，哎呀，好，这样我知道了。好，那现在是8点27分，我们投票到8点29分 ，OK， 好 ，Hello 小刚 ，OK。好，我可以看看，也没有人要抖吧？哦，月勋，好久不见啊，原来你一直都隐身在茫茫人海中。Hello，OK，、okay， 好，小刚，这样我了解了。
好，那目前投票最高票是 47%。我很好骗好听吗？我觉得还好啦。OK， 还不错听啦、哦、算是最近的神曲啊。OK，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到29分哦，我们到29分哦。OK， 目前的第一高票是那女孩对我说，第二高票是我很好骗。那也在这个空档期间也跟大家讲一下，好、哦，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影片底下呢哈、哦、的置顶留言呢有小林的新的频道连结，那也欢迎大家呢好、哦、可以到这个小林的新的频道小林 Lin's Daily 小林 Lin's Daily 呢来去订阅一下支持一下啊、哦，这是我的新频道，那里面会放一些直播的精华、搞笑的精华，或者是一些这个日常生活，或者是如果你想听什么歌，可以在这个新频道点歌，那小林都会在新频道里面唱给大家听，也欢迎大家呢 ，OK， 这个部分呢多多订阅支持一下哦，谢谢大家。好，要加油刷到生气了，虎鲸鱿鱼不要这样子嘛 ，OK， 好，那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说8:29嘛，对不对？好，娱乐节目快开始了，8:29结束投票 ，OK， 所以这个部分好像还没有人，就是。我们要提早，没有办法唱两首，除非200个赞，除非200个赞，我们才有机会唱两首。OK， 好 ，OK， 好啦，这个红字我有机会点，但是没有机会中奖。谢淑薇没有输啊，谢淑薇还是拿到亚军，亚军也是很强的。OK， 好，29分结束投票，我们唱《那女孩对我说》。OK， 好 ，Hello 俊彦，谢谢你。OK。好，我们唱那女孩对我说，因为那女孩对我说是最高票啊。OK， 谢谢俊彦。好，3:20，不要在那边，不要在那边闹了，拜托。那女孩对我说，哎呀，歌词我都忘记了。那个跟我们的这个学测的这个考生，好，这个讲一下，好，如果你在准备学测的话，然后就不要来看我的直播了啊、哦。这个还是学测重要，乖乖去准备学测吧。OK， 好，这个部分，那女孩对我说，哇，那女孩对我说，副歌很长哎、欸，还好久没有唱这首歌了，这首歌唱起来有点淡淡的哀伤啊。我说的是淡水的淡。好，等一下，我刚为什么要加注说我说那是淡水的淡？等一下我就觉得很好笑，我真的是笑点太低了。OK， 好，而且我很好骗，唱很多次的，我很好骗，我没有唱过吧？我很好骗，我没有唱过吧？好 ，OK， 那我现在来点歌，我要现在来唱这个。好啦，那个红字你不要这样子 ，OK， 我们下次你点歌，我们来看一下投票记录，好不好？你点的歌我们会列入投票里面的 ，OK，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要来唱，我们现在来唱，小林同学赢了吗？样你是，样你今天是来跟我们搞笑的哦。好，等一下我起个 key。那女孩对我说，等一下，那女孩对我说 ，OK， 可以，这个 key 虽然高了一点，但是可以。好，那准备咯，来 3, 2, 1 go。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陪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诶、欸、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个背景音乐没有拉下来，我再唱一次啊，背景音乐没有再拉下来，好像怪怪的。好，我们再唱一次。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
好的，好的 ，OK。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还特别把背景音乐关掉呢。OK， 谢谢俊彦，谢谢小慧，谢谢 Doris。我知道你们都在安慰我，我这个声音真的不好听啊。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Thank you， 谢谢云婷，谢谢 Will。不要在这边安慰我了 ，OK。唯一讲真话的那位高中生已经离开了，OK。好 ，OK OK。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加多一个，不要这样子上字啊！不要这样子。谢谢 John Tan，OK，、okay, 谢谢 Angela Wu。那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再次跟大家讲一下哈。谢谢陈宏志。好，再次跟大家讲一下，等我一下。好，这是小林的新频道，小林 Lin's Daily， 小林 Lin's Daily， 这是小林的新频道。在影片底下的聊天室置顶留言，置顶留言有新频道的连接。那这边小林会放我的这个直播的精华、唱歌的精华、搞笑的精华、生活的娱乐或者是生活日常，这边我都会在那个我的新频道里面更新。那目前确定是每天都会更新一部啦，最少一部。也欢迎大家在影片底下的聊天室置顶连接去好帮我订阅支持一下，希望可以冲到100个按赞正能量。OK， 这100个按赞的订阅。就该样，我会赶快更新的。OK， 啊，什么200了，200了，喂喂喂，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各位施主，各位施主，哎呀，各位施主，小林，谢谢红字，各位施主，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子，慢修嗨呀、啊。不要这样子啊！哎呀， 203，哎，现在又掉了一个订阅，掉了一个这个按赞，哎呀，不要这样。好，那我们就完成这个陈宏志的心愿哈，他说要听我很好骗，好，我们就唱我很好骗，我们就唱我很好骗，好，我们就唱我很好骗，陈宏志，你不要在那边说我没有唱你的歌了 ，OK？ 好，我们唱我很好骗哦。好，这首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啦齁，不要在这边按赞什么的哦，大家都累了、哦、各位施主，我佛慈悲，大家慈悲为怀啊 ,OK, 不要这样子啊。好，我很好骗，一样是唱副歌哦。哇，这首歌很高欸。这首歌音域很高哎，而且动力火车有两个人唱，我只有一个人唱。哇，我只有一个人唱，这首歌怎么 hold 得住啊 ？OK， 啊，可是你刚刚一直狂点这个，我很好骗，你一直狂点我很好骗，现在又叫我很好骗的歌词我都叫出来了，你又改成老鼠爱大米啊，这个红字，我已经把歌词找出来了，你现在又要改歌哦，这个不行啊，我已经把歌词找出来了，红字，那下次再给你投票表决机会了。我们刚刚你一直打我很好骗，我误以为你是说叫我唱我很好骗哦，我们已经把我很好骗的歌词找出来了，结果你现在才跟我说是老鼠爱大米，那下次再给你投一次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唱我很好骗了 ，OK， 唱完，各位施主该睡了 ，OK。因为你刚刚一直不是一直洗版说我很好骗吗？哦，你刚刚洗了四次，好，但可能是我误会你啊 ，OK， 我可能是我误会你，那没关系，你下次来投票的时候，老鼠大爱大米一定会给你一个投票的栏位的，好不好 ？OK， 明天我很犹豫，我很犹豫，跟我很好骗。好，我们要唱这首歌了。OK， 这首歌有点高哎。这首歌唱完，我们真的就要结束了。OK， 好，来 ，three， 等下我起个 key。我很好骗，可以，应该可以吧？我很好骗，可以。好 ，three， two， one， go。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极点，再烂的谎言都视而不见。
我根本活该被骗，我很好骗，对爱太渴望变成嗜血，所有防备全都防不了孤单侵略，随便个谁就迫不及待又掏心掏肺，我难道已寂寞到渴望被骗？好，谢谢大家，唱完了，唱完了 ，OK， 谢谢。明天的部分呢，林洋配是要对上这个马来西亚的组合，这个苏伟毅跟谢定峰。那胜率谁大？我们明天呢再来看啦，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讲。好，谢谢这个陈宏志的提醒。我明天这个部分呢，哈，陈志说什么？哪有？我从头到尾都说是老鼠爱大米。我刚说我很好骗，你唱过了哦。好啦，这个陈宏志你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呀、啊、？OK， 这个部分呢，生气也没有办法解决事情啦，我们下一次会留你的这个投票栏位的，好不好 ？OK。好，谢谢鱿鱼，谢谢方琴，谢谢真秀 ，OK， 要加油选不到 ，OK， 虎鲸鱿鱼没有关系，我们下次会把这个投票栏位给陈宏志的，谢谢 Willy，OK，、okay, 没有来我们频道的大朋友都会变小朋友，你知道吗？哈，大朋友就来这边突然就变得就是很像小孩子在那边，好，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是闹孩子气，啊，小朋友就变成小 baby 啊 ，OK， 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来我们频道的话，你那个年龄会直接下降到这个幼儿园的那种感觉，好，从此不要生气啦 ，OK， 不要生气啦，好，下次呢，好，小林我会为你呢，好，专门来唱《老鼠爱大米》在我的新的频道，好不好？陈宏志乖啦，不要生气，好不好？好不好？陈宏志乖乖乖，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下次呢，小林呢，我会把这个把你这首点的歌呢放在我的这个新的频道，好，比赛那么多啊，这个谢谢张少，哎呀，好啦，陈宏志生气也不能解决事情啊，我歌都已经唱完了，对不对？好，好 ，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OK。那大家有在说苏伟毅有机会进四强，说不定哦。但是我还是支持这个，台湾的选手王麒麟跟李阳的。如果真的遇到的话 ，OK， 谢谢胡恩天，谢谢胡恩天，胡恩天，你现在这样子留言哈、哦，也不能说不太好啦，这个是我开玩笑啦，跟大家讲的啊、哦。胡恩天，不要这样嘛，胡恩天 ，OK， 啊、哦，好。胡恩天，你不能这样子啊！留言伤了我的心，以后你又跟我说开玩笑，这样我会 QQ 呢。OK， 好，你不能学人家这个彤彤啊，跟我留言说讲得很严肃，然后下一秒呢，彤彤就跟我说我开玩笑的，不能这样子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小林怎么受得了 ？OK， 好。好啦 ，OK， 我们要结束了。明天是八强赛，没有错。再次跟大家预告，明天的比赛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人选已经确定了，是台湾的林洋配会对上这个王麒麟李洋，八强赛会对上马来西亚的苏伟毅谢定峰。那单打的部分，台湾的羽球一哥周天成会对上香港的羽球一哥伍家朗。时间还没有。可以在这边频道唱吗？不要放在新频道。宏志啊，你的要求很多呢。那如果你要在这边频道唱，就是要跟大家一样公平来去投票。我下次会这个连续让你有两次投票的机会，好不好 ？OK。好，小林，另一半部分可以告诉我吗？什么叫另一半部分可以告诉你？听不太懂呢。好 ，OK， 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那就先这样子了，好。好的，那我们今天大家晚安啦，OK， 远度的排名牌在吗？可能之后会被删掉吧。OK， 好，晚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今天都超棒的，帮台湾选手加油就是棒。OK， 好，大家晚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大家今天真的是超棒，100分球迷，给大家一个赞，非常敬佩大家。好，晚安，拜拜咯，祝福大家，明天我们直播见。